洛基儿去年八月在美国加州同圈外男友伊人结婚，近排还宣布做人成功添。一向鬼妹仔性格的基尼，因为老公屋企超迷信，都要跟翻中国传统习俗，忍足3个月先可以讲啊。呢日基尼就话，呢3个月入面，佢连最爱嘅瑜伽班都唔敢去，而家就终于可以解禁啦。佢懒理 model 包袱，露出腹肌都开始挡唔住嘅肚，喺沙滩边影咗张双手合十嘅相，话嚟紧可以开始物色下啲大码瑜伽衫啦，仲话要同佢嘅 body say goodbye。不过咁认真做瑜伽，肥极都有个谱啦。